享受在这个爱的氛围里面。因为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爱，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故事一样，天父的爱，每一个孩子他都爱，等候把你们抱抱在他的怀里，这是天父永不止境的爱。我们再用这首《回家》来享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爱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耶稣，今生换不回